回头干他一锤，血之自卫加这个不灭之握能回好多血。这些伤口站兵堆里让他打我一下就可以，只要压不到我前三个兵经验怎么都好说。Q 触发血的自我回血，我们的战鼓将会盖过他们的尖叫。提前刹车减速，别完全站到墙根上，又蹭一下。再蹭一下。妈的，这波说实话已经把巨魔拉扯闷了。我要把你扒皮拆光。你是巨魔之王，我是赛恩之王。装什么？金兵不要了，我来了。啊！这来了一波满门忠烈吗？你们打不过交给我呀！我人傻了，不是队友这死完了，兄弟。拉扯，什么人啊？啊！我是火车王。我没搞懂我们家打野刚刚干啥去了。为啥人家偷他的野怪他不上心？
不会处理别人带线啊，这我看着中单有 TP， 然后我过去来打团来了。浪费加大的时间，诺克萨斯，这个该稍微管他一下的。容忍懦夫，破碎的石头，哦，别上，别上。替我巨难受，兄弟。遭遇死亡。我主要我没技能，我就追他一会儿呗。队友也在进行推进，每个人总得做自己的事儿啊。潘森打这个巨魔应该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吧，先帮队友扛上，扛不住了呀兄弟。我还真有点急了，我还真是有点急了，我没留意我们家的这个打野还没来。不是这个屌英雄灼烧的真伤好痛啊，结束喽。